庭主妇们了，千万不要炖这道猪尾巴玉米汤给自己男人吃。为什么不能吃呢？那就要问我大哥，隔壁王大嫂吃的变成你大嫂了。这是什么猪呢？这么厉害！大哥，我来教你们好不好？好的。买好的猪尾巴，咱们给它来点啥锅，加入葱姜，加入料酒，给它简简单单沸个水。大哥，你知道为什么要给它沸水吗？为了去腥。叮叮叮，为了好干。为了好干是吧，大哥？好干！哎呦我的妈！水开以后，用漏勺捞出，再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。加入大葱、大姜，两颗红枣，加入开水，开始了锅盖，用小火炖。时间到了，咱们揭开锅盖，加入一点青豆跟玉米，盖上锅盖，再用小火给它炖个20分钟。不急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就可以开吃了。开吃了，到底有没有效果啊？等我喝完吃完之后，明天我再来告诉大家。